就是健身房啊，然后开始跑马拉松啊，然后跑完就觉得，想跳舞，那就去跳。你就你有原来的专长了，多棒啊！我还不会跳哎，还是我你教我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放弃你原来会。即便其实就像我现在，我很多年没有打剑道，我就算我现在再上场打剑道，我顶多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厉害。但是我的基础动作还是 OK 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喜欢就去啊。还有一个，你也可以跟你的 partner 介绍说，哎，要不然我们去深蹲哦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带他一起去，然后他可能就会因为说啊，很希望你这个舞伴陪他跳舞，他也会去陪你做你喜欢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谈嘛，很多东西是要谈的，不能每天坐在家里，我在想我的，他在想他的，然后他想干嘛，跟他想干嘛，通通不知道。对不对？然后各怀鬼胎，不行，然后谈，两岸你只要谈，他都不谈。对不对？我有话白说，我白说，我变南向，没事没事，你看九二几项，九二我拢加九五的，行不行？所以说都不谈的结果，他死，怎样呢？然后人民就继续吃卤肉饭，好吧？还是怎么样？要结束了，那我就结束了。